好啦，今日嚟睇呢一个咧系卢汉廷 Anson Low 嘅 Hey Hey OK 啦，咁咧真系好好笑，咁咧有啲网友咧就 send 咗段片俾我睇咧，有个人咧就用我个相咧，然之后咧就整咗段 Hey OK 嘅 reaction video， 我都未做啊，咁快已经有啊，劲开心嗰啲人，咁我既然都系咁啦，咁我不如咧就真系试下去做一段咁嘅影片俾大家睇，好唔好 ？Hey Hey OK， 咁啊一齐嚟听下，应该系开心歌嚟啊！哇、wow！ 你有你跳江山飘荡，爆发披下，我有我跳前边舞步，再一次马各有各变眼气变到客套放下，再见了控制塔跟沙粒放下，眼杯茶谁拿数据养牙，求云求高最远秘境，一一勘探 ，Let's go， 跳过你界限，要美甲脱甲线任你装扮，海边旅途。喂，好笑啊！真系，因为佢咧真系啊 ，Anson Low 条腰真系点解扭得咁犀利嘅咧？可以，即系唔系个个做到啦。首先讲呢样嘢，同埋呢首歌超级劲开心，听完之后系咪先啊？你咧我种好似夏日嘅 feel， 哇！佢净系取景去到嗰度去拍咧，呢度已经系值得。是大家鼓掌啦，系嘛？即系佢依，诶，真系花心机去做呢个 MV 咯，唔系咁简单咯。佢真系好白咯，我想嗰啲皮肤，点解可以白到咁样咧？好似张纸咁样。你点解留意佢咧？佢啲嗰啲叫做着衫嗰啲用色咧，好鬼正，即系好 fresh 啦，同埋好真系好清爽嗰种类型。浮潜定踩板，跳到航程大胆起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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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总之成首歌的感觉就是其实一路以来 Anson Low 都是应该是行这种 feel， 我就算讲很多次都是呢，他是不啱即是唱啲惨情歌或者好静啲歌，佢一定系要跳舞啦，一定系要即系rap 啦嗰啲咁嘢，所以佢头先嘅 rap 嗰几段都几好听啊，或者你都觉得好听噶嘛，系嘛？
OK， 即系咧，我觉得 OK OK 呢首歌咧，诶 Hey OK OK 呢首歌咧，根本就系可以讲得出系佢代表咗，因为成首 MV 嗰个舞蹈系根本上就系 Anson Ho 嘅招牌动作，扭腰系咪？扭鼓，即系我觉得喺 Mirror 成员里面系冇人可以做到呢个动作。就算做到都做唔出嗰个 Anson Ho 嗰种味出嚟，嗰种跳跃味出嚟，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我谂，如果你系 Anson Ho 粉丝咧，听呢首歌咧，我谂你都会日日听噶啦。即系哇，你谂下，你唔开心，开心唔开心，你都会听咯。系啊，尤其是你唔开心放工或者翻工之前，哇，你听一听之后劲精神，系嘛？我唔知啊。但我感觉上就系咁样，系咯，唔知你觉得佢唱得点咧？呢个嘿嘿 OK， 你觉得点样咧？嗱，我讲多少少就系、是，歌词嗰度我真系冇乜嘢好讲嘅，其实真系系因为佢要最主要系表达佢呢个 MV 嗰个舞蹈，我觉得系纯粹一个鼓舞人嘅一首歌啊，咁所以歌词嗰度唔需要太多去斟酌，但最主要就是你听到个心情是怎样。咁呢首歌你都俾我心情非常愉快，令我真系 make my day 啊，真系 make my day。好啊，咁对于有咩意见嘅下面留言话俾我听，我系 King， 记得走之前揿个 like 俾我，同埋订阅呢个频道。我哋下段片见，拜拜。